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55页，755页，最后一行，第二句。看起，观经与本经同位，行者于命中前见佛来引，是即今世见阿弥陀佛也。这是说到啊，现前。见佛，一般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舍报之前见到佛来接引，这是决定往生的最可靠的。如果说是人在临终之后啊，来探探。他什么地方啊？有温度啊？头顶往生呢，是从头顶走的，但是天道也是从头顶走的，不一定是往生啊。那么临终得到啊，同学给他助念。到最后的时候，头顶还有热，还有温度。许多人呢，都以为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其实不然。真正可靠的，就是《观经》上讲的这个现象，这是真可靠。他神志清楚，讲得很明白。见到佛，见到菩萨，见到大众。那么见到很多佛，这决定是上辈往生。中辈在见菩萨，就没有见到有佛了。见到阿弥陀佛，没有见到很多佛。这些事情。往生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说出来，这是真可靠。那么一般往生助念决定是有好处，可以帮助他消灾，帮助他灭罪。纵然生在卧道，卧道里受苦比别的众生就要少，这种情形呢很多，下面这个第二段是劝勉，先说圣因，殊胜的因地。这分两个小段，第一个是法义专念，极善回向，这一小段里面，我们看经文，应法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法行。跟专念呢都有了。我们看注解，于此无诸我事，无佛之事，能见彼佛，说是稀有。全凭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
不思议力啊，说明为什么你在临终时候见佛，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临终见佛是无比的稀有难得啊！一个是佛的愿力，另外一个是我们幸运所感的，我们真心真愿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啊，这一个现象啊就会显现。来迎接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化身跟真身没有两样啊。我们知道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设法无量无边刹土都有人到极乐世界去往生啊，所以极乐世界进出的人非常非常之多啊，有出来的，有离开的啊，离开一个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成佛了啊，成佛就离开了。另外一个是到极乐世界去参学的啊，不是往生的，去参学的。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很多很多，也就到极乐世界去住一段时间，不是常住啊。那么这些都是菩萨啊，具足智慧神通，见阿弥陀佛，这是提升自己啊，他还会回到他自己地方去。所以净除啊，人数之多，我们无法计算啊。阿弥陀佛的愿力宏大，每一个往生的人临终的时候都见到佛来接引啊，世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平常要修福修善积德，不要享福啊，把这个福报留着，留着最后来享受。什么时候享受？就是临终啊，临终享的什么福呢？就是佛来接引。你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啊，神识很清楚很明白，一点都不糊涂啊，佛来接引你，大福报啊啊。念佛的人最怕的是临终有老人痴呆症，那就很麻烦了啊。如果修得好还是一样佛来接引，但你说不出来啊，你能够见到清清楚楚说出来告诉大家，这是佛宝，在临终时候大佛宝，这个佛宝重要啊，让大家知道你到哪里去了，而且激发大家念佛求生净土的心，这就是化他。你看自行走的时候又度一批人啊，这个功德大，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啊。日常生活当中是得过且过啊，过得去就很好了。
粗茶淡饭，最健康的饮食。啊，居住小地方，生活一切都简单，为什么呢？没有留恋。啊，如果生活很奢侈很豪华，舍不得离开啊，觉得这人间不错啊。啊，那么对于我们的信心愿心就产生障碍。啊，甚至临终不能往生。这个伤害真大了。我们读这个注解，一定啊会生感恩的心。感恩的念老在注解里头提醒我们，感恩阿弥陀佛，一尘缘海，六字洪名，不思议力了。说佛因行者发菩提心，啊，就又因为修行的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广积功德，发愿回向，求生彼国，与佛愿相应，故能见佛。这几句话说得很好。临终为什么你会见佛？那还有一种人，临终往生也见佛，但是他那个时候体力非常衰弱，想说说不出来。啊，这个就是福报不够啊。平日修的福啊，大概都享尽了，才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一切要观察日常生活修行的功夫，要从这里观察，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往生。啊，他的信坚固，愿坚固，就决定的是有见佛故，即得往生，永无退转，必证无上菩提。啊，临终有这样的瑞相，肯定这个人往生不退成佛。啊，断末佛时，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佛当专念极乐国土，盖此乃往生之正因，所以不厌其烦，一再祝福。啊，下面这一口，积极善根，应持回向。注解里的是加之以集结善根，应持回向，一世甚应，必得妙果。啊，善根，世间是三善根，一定要知道，不贪，不嗔，不痴。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啊，深深知道一切法都是幻妄，不是真实。啊，不贪，不痴，
增长我们的善根。啊，再加上精进不懈，精进是处世善根，处世只有一个善根，啊，声闻菩萨。精进不退，这就是四种善根，常常放在心中。这一生当中，永远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下一次再来。是菩萨的身份到这个地方来实现的，来帮助众生的，是愿力来的，尘愿再来，不是业力。那希望我们一生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底下一段讲妙苦，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我们看注解，啊，注解的第二行，第一行是重复经文。本解从上踏伏，啊，黄念老的记住，处处都是从上阿弥陀佛，或疑，就是或者有人怀疑，有昧心宗，心宗是禅宗。啊，也就是自信，好像跟自信呢不相应。啊，自信里头无佛无众生，啊，自引三论以为佐证。啊，后面有三段。祖师大德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第一，临风大师要解云，偶业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大师假设个问答，啊，是问佛。即心作心事，何不静言自佛，而必以他佛为甚？何也？啊，我们看欧耶大师下面的开始，这自问自答。说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止。这一句话就解掉了。啊，净宗法门，确确实实是叫我们认识，阿弥陀佛就是自己，怎么会违背心宗啊？说违背心宗啊，他对于这个。法门了解不够透彻啊，还有字还有他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极乐世界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也是自心变现出来的。
乃至遍法界虚空界，一一法都不离自性。啊，离开自性呢，没有一法可得。啊，芸芸众生，啊，蚂蚁、小虫，都是自性变的；树木花草也是自性变的；山河大地乃至于虚空，全是自性变的。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讲得多清楚，讲得多明白。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菩提心才生得起来。啊，菩提心是什么？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什么关系呢？同一个体。啊，真正明白了，真正体会到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了，清净平等觉必定现前。清净平等觉就是大菩提心。啊，清净心不染呐、啊。我们常讲的，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支配的念头，什么念头都会有啊。啊，这清净啊，平等，没有高下之分。啊，上对诸佛如来，下对恶鬼畜生。平等的，没有分别啊！这是真正菩提心呐！啊，为什么没有分别？全是自己。形象不同，就好比一个人身啊，人身外面眼耳鼻舌不一样，都是自己。啊，对内五脏六腑每个器官也不一样，它都是一体。啊，一个也不能少。啊，也不必要更多，叫恰到好处啊。啊，大师。这一句话说得真好，了他几字，这四个字我们要常常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醒自己，自他不二，自他是一，若慧眼他佛。这是他见为妄啊，这个见是邪见的，错误的看法了。啊，这叫执着啊，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自己，自己不是阿弥陀佛，这个观念错了，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啊，自他是一，不是二。我现在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自性变的，阿弥陀佛是我自性变的。我现在想到极乐世界，想见阿弥陀佛，还有什么障碍呢？没有啊，障碍在自己。哎，他见为妄，这障碍。若偏重自佛，即是我见颠倒，这真成了问题了。
啊，一定要自他不二。日常生活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言他即是自，言自即是他。不仅是对佛，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都要做如实观。啊，这是真知真见。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又悉贪四业，后三业四不顾起。当不从世界生发清净，则性念二业尚不能生，何况误入佛理。这把四悉檀四业了说出来了。悉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辨识。贪是不识，啊，习是普遍，是圆满。啊，不是有特定对象，通通都不是。啊，这四种利益，悉檀第一个就是世界悉檀。啊，你看。倘不从世界生发清净欢喜啊，啊，要从世界生发清喜啊，我们讲清很幸运啊，真正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世界跟我是一体，相信变法界、虚空界，啊，是自信变现的，是一体变现的，啊，相有差别，体是一个，啊，就像我刚才比喻，我们身体的相，外面眼耳鼻舌五官，里面五脏六腑。啊，各个差别不同，一体。啊，不二啊，所以他互相和睦相处，他不会起冲突的。啊，冲突怎么发生的？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才会发生冲突。事实真相了解了。哪里会有冲突？啊，就今天社会冲突太多。啊，联合国发起，召开世界和平会议，找这些专家学者，大家一起来研究，讨论一个主题：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主题啊。啊，这个主题讨论了40多年了。啊，世界的冲突频率年年上升，每一次比每一次严重，就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清楚啊，为什么不能？不知道世界是一体。知道世界是一体，怎么会发生冲突？啊，我们眼耳鼻舌身，五脏六腑从来没发生过冲突。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普通一个人的身体，大概有50兆的细胞，这50兆的细胞。没听说哪个跟哪个发生冲突啊。
啊，纵然冲突也没有报复。啊，我相信有许多同学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也发生过几次。不小心啊，牙齿咬到舌头了，舌头咬破了，流血了，舌头也没有提出反抗，也没有要报复牙齿。这为什么一提嘛？啊，所以我们能想到，汤恩比博士说，大乘佛法能化解21世纪社会问题。大乘佛法跟我们讲一体，孔孟学说能化解问题。孔孟学说说我们是一家人呐，要相亲相爱。大乘说的更贴切，不但是一家了，是一体呀。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是没有条件的，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啊，为什么同体嘛？还有什么条件呢？所以一定要从世界习谈，啊，要从这个地方发清心，这性也而已。啊，心是欢喜，对谁说的呢？对极乐世界。厌是对娑婆世界，啊，对阎婆世界、娑婆世界要离。希望离开极乐世界，我们希望移民过去。啊，这是心因而已。为人习谈，对治习谈。啊，为人是心，对治是因。最后一个是第一义。写的第一义就是此地讲的入理啊，悟入理佛了，这是第一义。啊，这也是佛陀在世一生教化众生，不疲不厌。这种力量从哪来的？从四悉檀来的。平等、清净、普遍布施。啊，其实这个极乐世界帮助我们究竟圆满的成就啊，这个世界也不错啊，都是自信心的啊，这个世界是自信迷了产生错误的念头了，什么错误啊？自私自利，以为我跟人是对立的，我不是他，他不是我，我要争取我的利益，就会伤害别人的利益，那别人能愿意吗？别人要坚固守住他的利益，冲突就发生了。啊，所以自私自利人与人不和了，人与人竞争了，
啊，竞争这句话不好啊。啊，竞争向上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啊，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完全不知道是一体。啊，这种发展是双方都苦啊！啊，你杀了别人，人家苦啊，自己将来都窝到，还要还命。啊，杀人的要还命债呀、啊！啊，夺取要还钱财呀、啊！讨债还债呀、啊，在这个六道里头演出，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苦不堪言，这是迷造成的。啊，佛针对这个现象，如何来帮助我们化解这个问题？阿弥陀佛，以无比的功德，啊，建立了极乐世界，帮助我们彻底化解这个问题。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大乘佛法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啊，我们学经教学到今天，肯定了这一部《无量寿经》能解决问题。那、啊、可惜说没人知道啊。我们虽然用了卫星电视，这很多地区这电视不能下载呀、啊。那众生就没福啊。如果这个电视能下载，每一个人打开电视机都能收到，这就有福了。啊，现在只有台湾能看见。啊，台湾的境外都必须要装接收器。啊，这就带来不方便了。虽然接收器很简单，啊，现在还有个方面，电脑可以接收，这就方便多了。啊，你家有电脑，电脑可以接收卫星，那电脑给电视机连线，啊，可以用电视来收看。由此可知，众生的福报关系很大了。啊，无怪经文上教我们，积积善根，应持回向。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修善积德。啊，你才有这个福分，接受到佛陀的教育。接受佛陀教育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啊，福报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哇！啊，欧耶大师下面说：“为即四尺大力尺，所以弥陀甚中现前，即是本性明显。”啊，特别是上辈往生，他太明显了啊！上上品往生感的无量化佛啊，跟随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啊。当然，你有修德，你要没有修德，怎么会有信德？现前，现的现前啊，上中品就差一点了。跟着阿弥陀佛一时出现的，只有千佛啊，不是无量诸佛。再次一等的，上辈下生。上品下生啊，500佛跟随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全是自信显现的啊，这些现象实实在在都是在告诉我。日常生活当中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从哪里开始？从不妄语开始。说老实话，啊，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啊，从这里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没法子了。啊，一般人为什么做不到？怕自己吃亏。怕自己立业了，受了伤害，这是没有看破啊！把这个世间当作真实，所以他不敢。真正看破了，这个世间是假象，是一场我梦，你突然做梦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你会很开心。啊，遇到一个老虎，也能学释迦牟尼佛，舍身为虎啊！我说，知道是假的吗？不是真的吗？啊，佛菩萨为什么能做得到？佛菩萨对事实真相彻底了解，一点都不迷惑。啊，所以他能做到，做得很欢喜。啊，道理在此地。那么，于是我们就晓得，世尊在世49年讲经教学。这是真实功德，真实智慧啊！我们得到真实利益啊！这些智慧
功德利益都是自心里头流出来的，啊，不是阿赖耶识啊，真心里流出来的啊。啊，所以即四持啊，通达利智，就是事业心呢，通达利益心。临终弥陀身中现前，是本性明显，往生彼土，见佛闻法，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啊。这自己开悟了啊！法门深妙，这叫经中法门，其深无底，其妙不可思议，破尽一切戏论。这一切戏论是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你把它看穿了，哎呦，释迦牟尼佛在开玩笑呢。释迦牟尼佛实际上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字也没说。那他什么说那么多呢？是众生有感自然应的。啊，就像江本博士的水实验，我们有感，水就有反应。啊，江本博士这个水实验，在台湾高雄。给我治牙齿，刘医生啊，他也在做，比江本博士收获还要丰富啊！我这次看了他这些照片啊，他更进了一步啊，机器比江本博士进步。啊，设备也比他好。啊，他那个视线，人要穿着很厚的衣服，保暖的衣服，在冰箱里面工作。啊，刘医生这个实验，啊，他是一个房间，实验的人就舒服多了。啊，只有机器放在-10几度，啊，在冰箱，他冰箱门是用玻璃的，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啊，用玻璃做门，啊，所以不比人在冰箱里头那个时间不能长啊，在那里顶多半个小时就得出来呀，这个成天在那里工作都没关系。设备也进步很多，我去参观过。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自然的反应，这种现象称为自然现象。不是人为的。啊，没有人的意念在里头。啊，这叫自然。啊，所以大乘教里说，法而如是，啊，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啊，如果74情全在面前，我们从实际上来观察，你看一个小鸡。
啊，母鸡生的蛋，这个蛋有公鸡交配。受精啊！你打开什么都没有，这是蛋黄、蛋白啊，蛋白、蛋黄。母鸡啊，在孵鸡的时候，几天里面怎么会变成一只小鸡？小鸡里头五脏六腑都齐全，它咋从哪里来的？啊，原来只有一个细胞，怎么会变成这么复杂？啊，到这个小鸡慢慢长成，哦，变成一只大公鸡，发而如是，这是自然现象。全是自信在其用啊！啊，小鸡它也有阿赖耶识，所以它会变。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呢，它是化身，它不会变。啊，通过阿赖耶，它慢慢变化。啊，但是它的根源依旧是自性的，自性万德万能的。啊，变现出来一定是圆圆满满，没有一点欠缺。啊，如果有欠缺，啊，那就是恶业所造成。啊，过去生中有恶业，如果没有恶业，会很圆满。啊，一切物都在眼前，只要你留意。啊，心相圆融，离世无碍，事事无碍。确实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啊，那么佛讲经说法，给我们做个增上缘，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警觉我们。啊，做这种种增上缘的，悟是自己悟的。佛不能帮助我们开悟，啊，这法门神妙，啊，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破尽一切戏论，这一句是对。世尊说法49年的说法，斩尽一切意见呢？这是禅宗，因为禅宗不离文字。这是说明什么？净宗法门超越了宗门教下。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啊，彻底何待得去啊？什么人当机？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印度的古印度的两位尊者，在中国呢，智者大师、永明大师，啊，这一些不是凡人呐，
中国古人有说，智者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而不是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佛菩萨到我们这边来，以应化身出现。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自己没有意思。众生有感，他自然有应。啊，应得那么完美，应得那么自在。啊，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一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那是凡夫了，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啊，智慧的能相好都被障碍住了，虽有不起作用。啊，像这样的人才彻底淡后得去啊。他们的经中的利益了，圆圆满满。说其余视之便从。啊，这个世间聪明智慧的人，有辩才的人，啊，说了三个字：智慧，世间智慧；辩才，聪明的世间的。啊，人天道里头的，通如常客。啊，通儒世间的圣人，像孔子、孟子，啊，禅可，啊，禅宗里面参禅得定开悟，说静思度量啊，越推越远。经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要去研究它，你要去思量它，那跟它越来距离越远了。你永远想不到啊，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呐。啊，又不若欲夫妇老实念佛者。你的人反而不如啊！我们看到是愚痴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他们没有智慧，甚至于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诲。人家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就真念，死心塌地的念。啊，念久了，他把烦恼习气念掉了，真的智慧开了，说不定也见到阿弥陀佛了，真心真愿的心发出来了，那就是菩提心。啊，他真往生了啊！欲夫妇老实念佛了，比什么都可贵呀！啊，这样的人呢，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
他对一切人事物真的像经上所讲的，他用的是什么心呢？清净平等觉。对人、对事、对物，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不间断，跟地贤法师教锅炉匠的方法完全相同。吃饭睡觉，放下了。起来之后马上就接触了。一天到晚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些人往生就是经上所说的观经上所说的上辈往生的。品位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肯定在这个阶段。往生的时候热闹阿弥陀佛来接引，跟着阿弥陀佛后面，无数的诸佛如来，上上品往生，上中品往生，千佛跟着阿弥陀佛来。下品往生还有500尊佛，这些人肯定见到。在这个世间，别人瞧不起他，没人理他，他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开。欢迎大会迎接他，无比的庄严殊胜呢！所以我们对这些与夫妇老实念佛者一定要尊敬。过去我们不知道也没看在眼里现在我们晓得了，遇到之后一定亲切给他问讯，向他致敬。所以道场有这些人在，他真能保佑一方。真能叫这一方人呢，消灾免难。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他真干，尽忠的要绝要他全具足，真心真愿一向专念，他全具足了，不但具足，他有相当功夫在里头。他念的时间久真有功夫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跟他比差远了，真是知识分子心杂乱，妄念多，怎么比都比得上，比不上。这后头两句赞叹他们，也都是真实话，未能前通佛智，前是不明显。暗通暗合道妙你怎么看看不出来，但是真正明眼人能看得出来普通人决定看不出来他那种功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实不虚这是
解答疑问。第一个证，欧耶大师。我们再看第二个，无量寿经起信论。问：临终见佛，为是自佛，为是他佛？若他佛者呢，即成魔业；若自佛者呢，想力所成，虚妄不实，云何往生？提问题的人也很高明啊！啊，你看提的是难题，很不容易回答了。说得很好，临终见佛就是观经上所说的。举这个例子，上辈三品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这见佛啊，这见佛是见自佛呢，还是见他佛呢？他佛是阿弥陀佛，这什么？把自跟他对立了。他的问题在此地，不能对立，真正在修学道路当中，对立是错误。起步的时候就把对立放下了。我们是凡夫，有对立。如果是小乘须陀洹，是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他会不会提这个问题？不会。为什么？他没有对立。对立叫边界，就两边啊，正须陀洹，必须把五种见惑放下。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啊，凡夫都执着身是自己啊，佛第一个就告诉你，身不是自己，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啊，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所以身的生死这一关呢，他破了啊，一般人没有破，不晓得生死苦不堪言呐，非常痛苦啊！啊，须陀洹看生死就很自在呀、啊，啊，就像换个身体，像换个衣服一样，他一点痛苦都没有，啊，他没有执着嘛。金刚心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须陀洹入这个境界了，四相破了，功夫虽然不深，
啊，破四相，你看从初果到四果阿罗汉，再到辟支佛，全教菩萨全都是破。这种执着，《金刚经》后半部破四见，那个功夫深，四见也破，是大乘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是化身菩萨，啊，那就是明心见性。啊，四见破了，见到本性了。啊，后半部意思深了，前半部意思浅了。啊，身见破了，边见破了。见取见破了，戒取见破了，邪见破了，才真的小乘须陀洹果。啊，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初信这就是说明啊。学佛入佛门必须具备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之下，试问问几个学佛的人入门了？我们学佛60多年了，一个都没听说过，不要说是见过，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由此可知，大乘佛法真叫难行道啊！啊，小乘连初果都证不到，大乘51个位次，实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50个位次，最低的粗心，粗心我们都做不到。粗心的小学1年级，佛法的利益你怎么会得到？啊，学佛学得再好的都是学佛教的知识，佛教里面讲的智慧，真实智慧连边都没有碰到啊。我们所遇到的都是佛教的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知识不能解决我们的痛苦啊！啊，知识一般是最高的效用，可以帮助我们身心健康，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像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啊，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为什么呢？你放下一些烦恼习气了，比一般人生活的幸福，生活的快乐，啊，有没有证如了？没有。距离真正佛法的标准，这个门槛过不去。
啊，还是有对立了，还是有成见的。我以为怎样怎样，这个不行的，这是妄想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烦恼的根呐。这个东西不断，烦恼怎么会断？啊，所以还要问临终见佛是自佛是他佛，还问这个。啊，若是他佛呢？他佛的是魔啊，哪有他佛？即称魔业。若是自佛呢？那是你打妄想生的。啊，虚妄不实啊，你怎么往生呢？这是彭继清居士的啊，彭居士在欧耶大师之后，欧耶大师是明朝这个清朝初年时的人，彭继清是乾隆时候人。啊，他著作的《无量寿经起信论》，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你看他给我们解答的：自佛他佛，总称戏论呐。戏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开玩笑，不是真的。人我两忘，自他不异。诸佛化身，湛然常寂。这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告诉我们，说自佛说他佛，都错了。没有自他。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哪来的自他？啊，诸佛化身，湛然常寂。这两句话很深，很不好懂。啊，湛然，像水一样。清净到极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平静没有波动现象。啊，像水晶一样，从上看到底，清清楚楚。啊，极没动啊，在哪里呢？变法界。遍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诸佛化身呐！啊，也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我们自己，人人都是诸佛，云飞远动，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乃至虚空，都叫做诸佛。为什么呢？同一个法身，啊，就同一个法身。华严经上，世尊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完全相同。啊，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呢？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
啊，说十方三世佛全包括了，蚊虫蚂蚁都是佛，啊，这个桌椅板凳也是佛，没有一样不是啊，啊，每一粒微尘都是佛。啊，这从心上讲啊，为什么是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迷了，觉悟，你跟诸佛一样，跟阿弥陀佛、跟释迦佛、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迷了啊！迷了就发梦，梦是假的，啊，迷了做噩梦。六道在做梦，十法界也在做梦。啊，六道是梦中之梦，那三恶道更严重。啊，梦中梦里头的梦中梦，三恶道醒过来了，是人道。人天醒过来了，是阿罗汉辟支佛。阿罗汉辟支佛醒过来了，这叫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即是醒过来了，就其如化身了，就是诸佛化身了，就是湛然常寂了，遍一切处。啊，他会不会现身呢？他不会，必须众生有感，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众生没有感他不会现身。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了，确实湛然常寂。啊，或者说湛然常住。他不动，这四个字形容非常之好。啊，这是真正的自己，把自己找到了。禅宗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原来。大家本来面目是一样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湛然常寂，湛然常寂就是法身，法身就是湛然常寂。啊，以本愿故，感应道交。啊，佛的本愿，一切诸佛。没有不发这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都发了这个愿。啊，发了愿，现在成佛了，所以跟众生呢，就起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应。啊，感应。我们前面也说过，有四种：显感、显应。啊，我们心里的求佛、念佛，哎，佛现身了，心里头有感，佛有应，让我们看到了。啊，这叫显感、显应。啊，第二种呢，显感明应，我们有感，佛有没有应？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好像没有觉察到。实际上，冥冥当中已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了。
我们做的事情很顺利，好像没有什么障碍，做得很圆满。其实那是复利价值，不是人能做得到的。啊，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不到3个月，沉积卓著。那是那人做出来的，不是啊。这么好的成绩做出来，你看中国传统文化丢掉将近200年，怎么可能在3个月让你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估计总得至少得2、3年呢，才能看到。怎么会3个月看到？所以当时我跟这些老师们说，我们决定不要傲慢呐，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啊。这是明因。我们没看到三宝加持。也没看到祖宗，确实是祖宗三宝威神之力。我们学佛这么久了，知道。当时想把这桩事情，在联合国做报告。这个事情也是个起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感。能做到吗？做不到。联合国我们了解，太难了。可是我们想这方，我们想得很恳切，这一桩好事要让全世界知道。所以在联合国这个平台做报告。对整个世界起影响，没想到5月，联合国来找我，这是感应不可思议从这种感应，我们对于中国就肯定了，中国不会亡。纵然有大灾难，中国会存在。为什么？从这两个祖宗之德三宝加持。让我们对中国老祖宗、传统文化、对三宝、对佛法增长了信心有救这是一线光明让我们看到了。果然没错，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后续一直到今天，我所参加的活动，通通都是感应。没有感应，你没法子解释真是感应道教感应道教呢，即自即他，自他是一，不是二无虚无实不能说它是假的，也不可以说它是真的。唯一真如周边法界，真如就是自性，就是真心。
啊，自心真心周遍法界，众生亦于业缘。啊，众生迷了，迷了才叫众生呢。迷了以后，以什么呢？以业。啊，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都叫业。啊，业缘，缘是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分为这三大类。无忌说不上善恶，啊，善缘，感三善道的果报，六道里头三善道。恶缘呢？感三善道的三恶道的恶缘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善恶是平等的啊。换一句话说，天堂跟地狱是一样的平等的。为什么说平等？全是消业障的。要知道，真如里头没有业。业必定要消掉啊！清净平等觉，清净心里头没有业，有业就不清净，有恶业不清净，有善业也不清净啊！从前李老师讲这个这一段，常常举比喻给我们说。啊，真如就是好比眼睛，恶业呢是一块沙子，沙子放在眼睛里，眼睛难过啊，不舒服啊。啊，恶业，善业什么金刚钻、黄金放在眼睛里头也难过，善恶都不可以有啊。啊，所以三善道是消三善善业的，必须享福才能把这些祈福享掉。啊，三恶道是消罪业的、恶业的，通通是消业的，平等的，一定要知道啊！啊，你真正了解了，所以学佛有好处，真正搞清楚你。造了恶业到恶道，不会怨天尤人，欢欢喜喜去。为什么消我罪业的？啊，罪业消掉是恢复我的清净心，恢复我的真如。啊，到三善道去消业的时候，也不会喜欢。为什么？我来消业不是享福的。所以，整个宇宙啊。这平等的啊，在大乘佛法就平等了啊，不是大乘佛法在迷惑颠倒的境界，自己造成的不平等啊，事实上是平等啊，自己以为不平等，以为在受苦，以为在享乐，其实受苦就是享乐。享乐就是受苦，这个话意思懂不懂？特别是在这个社会，太明显了。啊，应该要怎样呢？苦乐两边都舍掉，你就自在了。啊，两边都舍掉是什么样子？那个境界是唯一真诚心，处世待人接物啊，
啊，经上经文上讲啊，一切从真实心中做，真实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就对了。啊，所以他依于业缘，幻有分段，它不是真的。如居卧下，不见天日啊！啊，你在屋檐底下看不到太阳，不是没有太阳，它有东西遮住。太阳比喻作真如，比喻作法性啊，你见不到。这个物下呢，这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念力成见，幻缘似境啊！你看看佛法上讲念力，现在科学家发现啊，先前科学界里头盛传念力能量不可思议啊，佛法3000年就讲了。念力还是属于阿赖耶，啊，修行的初阶离不开阿赖耶，因为你是凡夫啊，啊，就用阿赖耶来修行。啊，要求你念力要集中，这就叫修禅定。啊，你念一个东西，不要念太杂，不要念太乱，你念一个，问题就能解决。啊。有人掉在深坑里头，爬不出去啊！啊，这个人妄念没有了，啊，执念一尊佛、一尊菩萨的名号，什么妄念都没有。念了一天，念了两天，哎，忽然觉得自己离开了，出来了。啊，这个在感应录里头很多。啊，自然离开了，就是念力，跟佛菩萨的愿力相应了。佛菩萨并没有现身，但是你自己觉得已经离开这个深坑了，啊，已经坐在平地上了，念力不可思议，念力的真诚坚固，似缘幻缘似境。那无论是我们善业恶业，统统能够清净，都化解了。那如彻悟不？啊，悟不是什么呢？茅草棚子。啊，这个现在没有了。
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里头，农村里面房子多半都是草屋啊，很简单，屋顶上盖茅草啊。这个地方所讲呢，把屋顶上茅草统统先去除掉，你就看到天空，你就看到太阳，遮盖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天日豁然，天上太阳在呀，你在房子里面的是被遮盖了啊，你把房子屋上盖的茅草掀掉啊，太阳就看到了啊。这就是去障碍啊。障碍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只要把这个东西去掉，你就明心见性啊，你就看到真如啊，你就看到自性啊，自性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任运往生呢，还通本德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样的自在啊。啊，你没有任何感觉，已经到极乐世界了。彭继清这个话说得好啊，也说得非常清楚，说得非常透彻。啊，此论扫尽一切分别。啊，只要你把分别心放下，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哪有这些疑惑，哪有这些妄想？啊，自他生佛宗臣细论，说自己错了，说他也错了，说众生错了，说佛也错了，真的言语道断，心先出灭了，开口便错啊，动念皆怪呀。啊，你要想见性，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这个时候，你就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啊。所以大乘经教上佛常说，这一桩事情的八地以上你才能见到啊，才能把事实真相说参透了，这彻底明了了啊，唯业真如占即周边，这你见到了，任运往生极乐，还在本心之内。这句话重要，为什么呢？极乐世界唯心所现，是在本心之内，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阿弥陀佛呢，自心弥陀。
阿弥陀佛没有离开自己，极乐世界没有离开自性，性心是变的。那你要晓得，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也是心性是变的，一个道理。我们这个身自性变的，我们居住这个世界是自性变现的。心能生能现，识能变，摄识、八识、五十一心所，它能变，变什么呢？变十法界一真庄严。自性里头有没有十法界一真呢？没有，自性是清净的，自性是此地所说的湛寂周遍，那么这一段彭吉清居士说的，下面第三段弥陀素超言，偶耶大师说的，偶耶大师讲，这是二迷离，这是执着，执着四相，离就迷了，离是心性的，类同盟度古圣之书。就像类是同类，就像同盟，小朋友五六岁读古圣先贤的典籍，他会念呢？什么意思？不懂啊！古时候的教学确实同盟念古圣先贤的书你看四书里头叫什么？叫四书五经叫他干什么？叫他念，叫他背。现在人不主张，说这个教学法是错误的。这个教学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效果非常卓著。这个方法把人都教好了，现在新的方法把人都教坏了。什么个道理？小孩子智慧没开，不必讲道理给他听，只是叫他念背。为什么叫他念背？他天天在背书，他就不胡思乱想了。所以背书的目的是叫小朋友修定。是用这个方法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而且从前老师教小孩背书，他是一个一个教全是因材施教，因为每个小朋友禀赋不一样用佛法讲的善根福德不相同。有的小孩聪明，一天能背诵五六百个字这是上根人。中根人呢，能背三百字，三百以上五百以上上根。
背三百以上中根，能背100个字的下根。标准是什么呢？十遍就能背。啊，你比如这个这一遍这一页书，啊，一页书的时候，大概是一行20个字，10行200个字，这一页400个字。小朋友读10遍，这一页都能够背诵，啊，这差不多1000个人，400字以上。老师再试验，再加100字，也能背。再加100次还能变，再加他就不能背了，哦，就知道他的能力能够背多少个字。啊，一般最高的可以到700次。啊，这个儿童比较少，300-400次比较普通。啊，那根钝一点，迟钝一点，啊，背100次、200次，啊，100字呢，背5行，啊，以前叫上书啊，老师叫你念，红笔圈起来，没有标点符号的，用红笔圈的，啊，叫你念5行，能背10遍可以背出来。啊，慢慢训练的时候叫他增加。啊，所以每个人的进度不相等啊，聪明的人快呀。啊，这个愚痴一点的，他的进度就慢。啊，个个不相妨碍。啊，四书里就有这个好处啊，它不是整齐的，不是划一的。现在你看，本来是不平等的，偏偏把它整齐划一，啊，把它定成一个标准，这个是不合理的。中国从前的私塾合理啊，啊，每一个人天分不一样啊，啊，老师要按照你天分的教你，啊，不是整齐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正了解了，我们赞成古时候教学法好。啊，他们会背了，啊，10遍就能背了。老师要督促他念100遍。为什么？不会忘记。啊，如果记忆力差的人，老师要叫他背200遍。啊，目的都是希望他能记住，不会忘记。啊，那么昨天教的书，今天来上学了，先把昨天教的书背一遍，再教新的。啊，所以私塾里只教学生背书，只教学生生活。啊，生活是活学活用。啊，不是老师讲给他听，啊，就是日常生活，教小孩给老师服务，啊，端茶端水一样，教小孩缝裤子走，小孩要把老师服务好，为什么？回家就是孝顺父母了，生活教育。啊，所以私塾教这些东西啊，啊，大的学生10几岁的学生，要教你烧饭，要教你啊这些烹调，你自己都会做，啊，教你洗衣服，你回家才真正能够伺候父母啊，啊，不光是念书啊，啊，要会做家事啊。
啊，女生要做，男生也要做啊。你不能不会呀，你要会呀。所以个个都会做驾驶。老师调教的。大学生带小学生。大的有十几岁的，小的有六七岁的。要做个大的要做好样子。给小的看，要做出榜样。五伦就这么教出来的。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小的对大的像哥哥一样，要尊敬他。大的对小弟要爱护他，要照顾他，要帮助他，所以他有生活在里头，他有很浓厚的人情味。这一个四叔就是一家人，兄弟姐妹，老师就是家长，教你。你回家去，怎样在家里面做一个好子弟？这老师的使命老师的责任所以同盟读古书，混吃未开，尽能读文，了不解矣。所谓终日念佛，不知念佛念者也。莲池大师把这个着思迷离，但是着思迷离有着思迷离的教学法，启蒙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才讲给他听的。小孩12、13岁，懂事了，这时候开讲。前面一段时间是背诵，12岁以前全部是背诵，不讲的。12岁以后开讲，开讲的时候有在一起研究讨论。老师教学生，这个时候不是小学了，中国从前叫太学，就是大学，还有书院，私人办的是书院，国家办的是太学。你学哪一个科目，只能学一样。你就跟哪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教易经的，你参加他的班，你就学易。那个老师学尚书的，你想学这个部署，你就跟他。所以说一门深入，就专门讲这一门。这些书呢，之前通通背过，所以讲书的时候很快乐。没有书本，为什么背过吗？说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你通通都记得清楚。所以古人他也有科学。古时候印书没有标点符号，各字都是满满的，一行20个字，一面10行。所以，天下印书刻书都是这个印法。所以，不管哪个地方印，说第几页、第几行，通通都知道，都没有错误。不像现在，现在哪个书局出版的不一样，哪一年出版本的也不一样，那页码不一样，找不到啊。
还是从前的好啊。啊，你看看这个《四库全书》啊，一行几个字，一页几行规定的啊，所以你只要说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就属于科学。中国人很早就用上了啊，所以在智慧没有开的时候就叫他念，念佛也一样，你叫他念这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念到清净心现前就开智慧了啊，智慧开了之后他听讲经一听就懂，说不定一听就开悟了啊，真的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